外公外公，快来看看呀，我准备了四个鸡翅根。其实哦，小丸子跟外公比起吃肉，那简直是没有一点可比性哎。小丸子的人生无肉不欢，外公的人生是每一顿没有肉他都不开心呢。所以外公您瞧好了哈，小丸子的这道鸡翅是怎么做的。首先呢，我要把鸡翅的骨头去掉一点，因为您上了年纪牙口不太好。拿出那个尖刀挑一个长得漂亮的鸡翅， OK， 把已经剃好的鸡翅根放到盘子里，第二根鸡翅根还是要用同样的方法。第三块鸡翅根，哦，好开心啊，四个鸡翅根都已经剃好骨了。外公外公，小丸子还准备了一样秘密武器，准备了一些锡纸，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小丸子怕您烫到手，准备了一些锡纸放在手握着的骨头的地方，这样煎好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很方便了。小丸子对外公是多么的用心啊，细节考虑的这么周全。打开锅盖，下面小丸子要放一点橄榄油，哇哦，小丸子的一瓶橄榄油用完了。小丸子小心点。最后一个。哇，下面已经熟得差不多了。加完了盐，小丸子要再加一点黑胡椒粉。这种现磨的黑胡椒粉比已经磨好的味道要好吃很多哦。这一面已经煎得金黄了。鸡翅，每一块鸡翅都多沾点油，让它煎得更均匀更金黄。外公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嫌油腻哦，因为小丸子选的是橄榄油，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吃起来很健康，一点都不会造成健康威胁哦。快快快，鸡翅盛出来，加油小丸子，加油加油。所有的鸡翅都立起来了，立起来了，外公。